突然有六道强光划过长空，有如燃烧的巨石一样坠落在傲高岛之上。充满智慧的守护者带领岛上的村民去到着火的现场，他们屏息静气见证从火焰中现身的人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是谁啊？你叫做达，你是火族保卫者，你是被指派来这里的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啊？邪魔正在集结，你来这里是要击败他们。达胡望着这班村民，脑海中出现了很多问题，但是他没办法想起自己是谁和有什么能力。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击败邪魔啊？在预言之中提过六位英雄战士将会降临，携手寻找黄金面具，解封属于每一位英雄各自的力量。你怎知道？我是不是说错话？不是，是你身后面的骷髅蜘蛛啊。你是不是还怀疑自己的使命？跟我来，我们时间没多了。